我是年，嗨，我是 Pola。Hello， 我是茵茵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命运的寿司。选到了哪一个呢？你就把它摇一摇，它就会变色。魔法。对，我选这一杯。好。哇！Wasabi， 还好你没有加很多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特别厉害，这个真的很强。我们已经试过了。好，接下来换我。白色，白色是什么？恭喜你获得美乃滋。好 ，OK， 换 Pola。黄色，这是什么？黄色，恭喜你获得黄芥末。哇塞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多好多。下你的第二个寿司。好。哦，这是咖啡色。这是咖啡色吗？咖啡色的是这个。胡麻酱，胡麻酱应该蛮好吃的、哦，对、啊，觉得不错。啊，这是冷冻的，不是。OK， 那我玩这个好了。OK， 这是什么？红色，红色，红色是什么？红色。恭喜你获得番茄酱！哇，番茄酱，好。哇，这应该很好吃、啊、真的吗？哇，这应该很好吃、啊、真的吗？最后一个就是 Pola 的，是最后一个来摇咯。哎呀，开始咯，开始咯、啊、黑色是什么？黑色是什么墨汁、啊哦、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你获得酱油，好吃的。那我们要把它变身成更好吃的寿司咯。变成透明寿司，很好吃。第一个我的是胡麻酱，好搭、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吃到这个是黄芥末，所以其实跟就是吃寿司沾芥末一样，只是这个芥末不是呛的。对，我刚刚吃的呢是加番茄酱的，因为番茄酱也是甜的，所以搭上去之后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吃。感觉小朋友很爱。好，再来换第二个。我们等一下那个也很辣。那这版就辣了。好，笑死。好，第二个。哇哦，你那是芥末对不对？那个芥末真的超强，它真的超辣。你的嘴在哪？在那里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它直接呛到鼻子。我天哪！还好你刚刚只有挤细细的一条，因为我们昨天呢也吃了这个芥末饼干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夸张，我真的快崩溃了，我没有办法讲话。已经很久没有那个芥末可以冲到我的脑了。这好厉害哦，这不知道哪来的。有没有上天？这是 Seven 买的，我跟你讲 ，Seven 买的那个芥末上天。我天啊，这是酱油口味，就是很搭，就变成咸咸甜甜的豆皮寿司。我的呢，因为美乃滋跟番茄酱也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就是豆皮寿司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去问摄影大哥，他猜不猜得出来我们帮他加的料是什么？好，你要吃出是什么口味？我要吃出是什么口味啊？各位观众。现在在我面前有六个豆皮寿司，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呢，是要吃出这豆皮寿司里面是什么口味。没错，真正难的问题是，对我来讲，要吃出这是谁吃过的豆皮寿司才是最难的呢。哎，所以你要吃出他的口水吗？首先第一个，原味，原味。完全吃不出来味道吗？不就酱油而已吗？答对，是酱油。答对，酱油也算口味是吗？是的，我们这次是好吃系列，所以你会吃到很多好吃的。
这个是黄芥末口味。对，那你觉得这一盘是谁帮你制作的呢？是谁吃过的呢？是谁呢？等一下，你们是制作给别人吃还是给自己吃？给自己吃。对。自己觉得这样子好吃，送给自己吃。我们自己有命运的游戏，命运的游戏，我们也不知道会用到什么。好有趣哦！还是要先全部吃完再猜。好，那你再换先第二道，第三个豆皮寿司。这个没有味道。好，那再换第四个豆皮寿司。你完全猜不出来，对不对？这应该猜得出来吧？味道很重，应该是豆皮寿司的味道。刚刚那个人也是这么讲的吧？不然怎么那么快就回答出来？刚刚那个人应该是讲说这个好像没什么味道，可是他刚说味道很重，对啊。好，现在最后一盘。好，最后一盘，加油加油！你现在只答对两题，你中间都呆呆呆呆。哦，芥末有点辣，好像放太多。辣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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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很饱，很饱，满足满足。这是什么呢？似曾相识，熟悉的味道，好像是盈盈的味道。咸咸的吗？咸咸的吗？盈盈的味道是这样，很重的味道。这个没什么创意，应该是 Pola 吃的。答对。这么好吃的一定是甜甜吃的，答错！原来这是甜甜的味道，原来这是甜甜的味道，没错，这个是甜甜的味道哦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直接下面我们点一，请在我们去拍下一集，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